准备，歌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二浪怎么样？猜拳吗？猜拳。猜拳不找死。我不用猜，我就赢了。我就是我也输过，我们就直接赢了，因为抽到好的。输过，你有输过？不记得。你觉得不是？那从今天开始记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输了不是？啊！海哥，你要心态这么强，我们赢了。赢了有什么好拍手啊？对，赢了就先抽，我们后抽一样。就你们的抽一个，抽一个比较无聊。你怎么知道哪个你会唱？你有透视眼，你有看同名不同曲的内容很，所以啊，五首歌都是啊，那一些那就谁抽拍个抽好不好？好，来最美的下一集，我就知道一定要走台步嘛。如果抽到不好的会不会被打头啊？我猜错，而且我们可以优先选，其实不太困难，我觉得。应该大家蛮熟悉的彩虹，所以刚好五月天写给梁静茹有一首，对。偏偏你的彩虹很红哎，我知道，哦，这首歌我会啊。五月天，我们要先选，我们先选歌，我们选动力火车的还是选五月天的版本？五月天好了。五月天吗？好啊。五月天，五月天的。Mayday， 我们选五月天，那你们就要选，你们就非得上动力火车。这样子啊？我们支持棒球。啊，就是后面都不抽了，都不抽了。哇哩哩，好。所以我们都是一局动力火车，我会。动力火车，哪里会？太棒了。然后呢，更精彩是什么呢？更精彩是你们先唱。啊。哪个会就放心一半了。哎呦，我们有实力派了。好，这首好听的歌曲《彩虹》，竟然由五月天这首写给梁静茹这个版本，我真的非常喜欢。而动力火车的那个副歌呢，特别的悠扬，太厉害。对，唱起来呢很容易同仇敌忾，对，好不好？完全不同感受的彩虹，他们先唱，来准备，天的继续讲 ，Ready。看到了茫然的徐富的。想说，会唱，好多事想做，宿醉，请天空给我，请时间给我，再多一点停留。身为一道彩虹，雨过了就该闪亮的点点红。感到光荣，身为一道彩虹，青春里也要管你爱上我，随着差很多，我爱你不必的懂。哎，我觉得不错哎，真好，还好有你，还好有我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我很厉害。了解一下阿诺，你的偶像是 Kid 吗？是啊。你为什么要学他呢？我没有学他，怎么会吗？阿诺，啊，我想知道，你有出过唱片还是有？我没有出过唱片，但是有在预备。也在预备。对，千万不要这样。我出过唱片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就像刚才听不见。
听不见，但是他在我隔壁唱，我看他唱歌的表情跟他的嘴型，我就知道他已经唱得很烂。而且因为他唱完你全部都在笑，以你的个性你竟然没有打他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唱完很多人在笑的，比我唱完笑得多。等一下回顾的时候你被殴打。我觉得我都在音上哎，你现在音上，你在哪边上 ？Pitch 啊，你在音上，你在音间呐，你在音间。朱丽放在眼里吗？朱丽静，每个人都激动，不然会上不会上都很激动。你唱这么 peace 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唱什么。是歌手，这个回顾令人赞叹，好吧？一起来金曲回顾。看到了茫然的徐富南。多话想说，超厉害，多事想说。第一条肚子痛，今天光给我，没时间给我。我唱两句，再多给我停留。这已经被连续抢了九连假。顺啊。过了就该散了。你的天跑怎么那么快啊？表情好痛。我真爱的你感到光荣。你怎么不打呢？怎么讲啊？好害怕。你好厉害哦！我爱你。好老套啊！就是热血，有感情啊！亲爱的你，我也很深情，我非常感动。阿曼你在后面给我打。下雨，能看见的。下到彩虹，不再可能是我。没有感情，有，在跑那个过道很严重。你看那指挥，干嘛啦？指挥啊！他指挥机人。身为一道彩虹，雨过了就该散了，整片天空。哪个也没有好的。深爱的你。有那我们就我就来了，你看整个毁掉，你看到没有？奶哥唱了，最后我傻了，真傻掉了。奶哥掉点像要开场，我没有准备，我没有想到他突然是最后四个字还要丢给我，就以为基本上唱完就好了。哎，这个歌我后来真的觉得应该阿乐一口气唱完会比较。唱这个歌 N 在这里没有全毁也是半毁。对，来，评奖奖评吗？黄品源先生，请奖评。我们还在。其实啊，本来这首歌呢是欢快的、活力的，欢快棒球的主题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今天不是看到棒球场，我是看到一个屠宰场。坦白的讲，哇，真好笑啊！哇，真好笑。那怎在你面前讲话，好像这怎么不容易啊？就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好好笑。好好笑。其实奶哥。我是蛮佩服奶哥，有这种勇气站在这边。对，不是很多地方你都唱得很好。哈啊，怎么可能？先不要讲最后一句啦，最后一句不要讲，真的，那时候没有准备，最后一句不能讲，绝对不讲。第二段的那个“身为一道彩虹”，刚刚那句还不错。哦，那句话真的唱得真棒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就会那一句啊，就那一句。身为一道彩虹，是哟。青春里也要管你怎么才是我。当年我记得动力火车常来打这首歌嘛，而且对，而且你让我很清楚，这首歌你真的只会一句。哇，好好笑的，好笑，好好笑，他好好笑，好好笑。
是发自内心，你真的很好笑。因为我一听，我是凭什么？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真的是会。回马枪打得好有力哦。因为你一开始的那个多一点点停留，怎么会唱成那样子嘞？哎，好笑，好笑。所以，我们观众凭什么啊？可以啊，你们尽量笑我，等一下你就知道，我还没讲到你 kid。屠宰场就是你造成的，我就是你啦，是阿诺吧？就是你啦！如果他不要这样，阿诺不会那么严重。个人都很严重吧？你肩奏的时候就好像是准备要被屠宰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他要一直要下歌，我就一直在等下歌的点。酝酿的歌是非常要热血。因为那时候你整个表情就好像要被屠宰的感觉，结果果然不其然，惶恐一唱下去，真的像杀鸡。Perfect ending， 还是龟公在哪个啊？还是龟公，我今天欢迎当龟公了。刚当龟公，龟公，本来这首歌龟公哪个？本来这首歌分数不高，但是实在太好笑了，所以太好笑了，娱乐的分数很高，娱乐分数很高，很有娱乐价值的分数到底是多少呢？评审请给分，73就好了。有70就厉害了。对啊，怎么会到？应该会有。有，他跑得快。基本分70啊。有再来一个七就三七连线哦，得奖，那个就是出拔喽，出拔了，苹果就出拔了，出拔喽。刚才那一句啊，如果是阿诺整个唱完，应该在85分左右，对对，所以各位扣到七八分。好了，我们的皮要绷紧一点，77分也不容易超越，好不好？不要出大错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彩虹请就位。现在继续讲了，我们成人队是五月天的彩虹，另外一个版本啊，同歌不同曲。来，天台金曲奖 ，Ready Go！ 这歌好唱。坐在鱼缸里，先碰头。像这故事中，你有没有爱过我？天哪！你的爱就像彩虹，和天空绚烂却叫人迷惘。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我放开了。互动互喜互甜互恨的折磨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我的天空绚烂。你的爱就像彩虹，厉害！雨后的天空，却叫人迷惑。你还有脸说很好？你不觉得过程很糟吗？我在这个单元从来没有脸说别人，今天我有脸说别人。厉害，没有一个糟糕透。
我真的没有看过比奶哥还要烂的哎。哎，这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选五月天的彩虹，怎么会？为什么不选刚才动力火车的？动力火车我觉得会比较好唱啊，比较好，比较好听。这个歌没那么好唱，不好唱啊。可是他们选的，没有办法。陈哥真的，你看陈哥你秀好多，我觉得真的。你们要展现什么？你们很厉害，选难唱的干嘛？连我们，连你们徐不乃，对啊，你怎么都说出来了？这首歌的确有点难度，但是呢，他们在唱的时候呢，其实没有掌握得很好。所以能收尾收在同一句上，尾嘞，说到同一句上，对，八不合唱，所以要合音啊，你有没有听出来？就是默契。我听出来，我在圈子三十年听不出来。不是，你不要把一个捷运地下街的一个氛围弄坏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大家都唱得很和乐，奶哥。我们很努力，也是很开心啊。白嘉琪，你不要再讲话了。对，你中邪了，你干嘛学阿诺啊？我没有。不要侮辱阿诺，对呀，阿诺很有情感的，好不好？阿诺很有情感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走到你这边哦。只有阿诺比你好在哪里？他好在他知道唱哪一句。来，马上我们来听听金曲回顾，请看。这歌好唱，不好唱。坐在浴缸里，写空头，哪有？还不错啊。代替我哭泣，好可怕。梁鹤群的问题也大，不看指挥的，请他很自我，没看指挥。还好啊，没有很多。就像这故事中，救回来，没有爱过，很好，好可怕。上什么？可惜了。来，我都是这样子嘞。我都不得来了。来，乱唱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所以只有直觉，厉害。美好的天空，救回来，地球人民国，公民的力量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他中邪，我张开了，干嘛跟我合音啊？全民的帮助，很好，四个人好像是好，不是自己说的。错段以外，我觉得我们那个最后的那个大合唱，不是奶哥，你看我们前面三个其实蛮好的，我们都有在。什么？前面三个，哎，评审，请讲评。Sorry。哎啊，不用 Sorry， 不用 Sorry。哎，只要你在上面，他就 OK 了啊。你站在那边，他就已经心猿意马了，啊，心满意足了。我还悬崖勒马，悬崖勒马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唱错段的。没有关系。那老师，你们两个在调情吗？还是苦肉计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是很诚心的跟大家道歉、啊。不能说是你的错了，我的错，好吧？我不该来上这个单元。徐富乃，别急着认错，好不好？不要急。然后，没关系，抓不到，也不完全是你的错了，因为你们前面那个一层一层的有没有？一层一层。对啊，哎，一层。那真的不知道到第几层了。那时候指挥，我想也很头痛了啦，因为一层一层又一层，然后又一层的时候又不知道到哪一层，就是其实那里太多层了。对，会不会是第十八层？那里整个乱掉了。哦，那但是还其实小梁还不错。是，谢谢平哥。你在一团乱的时候，对，你终于在这个
忽左忽右，那你乱七八糟的时候，忽前忽后的折磨的时候，你把它拉回来。又拉回来，下个戏好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哪个你们下个戏不知道在唱什么？对你拉回来，哥好厉害。你拉回来的时候，哇，白嘉琪你又唱错了。啊，我因为我听不到他，我你听得到就见鬼了。对，对。刚刚这组我们都听到吗？我也听不到啊，所以你们只要到第一个错就好了嘛。第一个错后面就一直错了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千万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嘛。你就当他是中途转台来的，算你赢，算你赢，算你赢，好不好？算你赢，没关系啦，因为荷西也没有唱得很好啦，真的。真的吗？老师，你一开始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戴假发了，何西，何西，你在跟评审塞奈吗？对啊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拜托，不要这样。其实何西一开始就抓不到了啦。哦，对，因为你要注意指挥的 timing。老师有太认真看着你吗？夏何西同学，夏何西，请问你要利用今天来公布什么事情吗？其实我也觉得有点不舒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其实艾比也唱得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很可爱。还有你们最后的合音，最后一句的合音很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有计划，就设计过的，不像上一对最后一句那么孤单。对，没有，没有设计，没有设计。上一奶哥那个 ending 也很好，很好，有效果，对啊，很好笑。对啊，你们这个是好笑，我们很好听，我们很温馨，很有默契，你们是浪漫精神，可爱。让评审讲完。他就快讲完了，最后一句怎么样？可是我观感太好了。怎样？至少有整齐了。好，刚刚我们77分，来看看你们几分好不好？来，评审按钮给分。还有你们最后的合音，最后一句的合音很好，对不对？真的是，我们有计划，就设计过的，不像上一对最后一句那么孤单。对啊，没有，没有设计，没有设计。上一奶哥那个 ending。也很好，很好，有效果，对啊，很好笑。对啊，你们这个是好笑，我们很好听，我们很温馨，很有默契，你们是浪漫精神，可爱。让评审讲完，他就快讲完了，最后一句怎么样？可是我观感太好了，怎样？至少有整齐了。好，刚刚我们77分，来看看你们几分好不好？来，评审按钮给分，78。这样子还敢讲英文？再来一点，76啦，跟你讲啊！再来一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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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爱线嘛，要选五月天的，五月天很难唱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可以，2分，可惜哦，我们。